都很好啊。不正常是怎样？脱臼而已。哇，那个指标上面的厕所是怎样？我都看不懂了，这边也有，左边也有，然后这个优秀，好多厕所，这是怎样？充满厕所，太开心了吧！第一次看到指标就是纯粹写厕所，而且还告诉你全部都是厕所。对啊，这么开心，你一定是厕所大师。